好，嗨 Mira， 好妞，我是猫。然后我今天就是情侣装，没错，叫闺蜜装。对，看他的 vlog 知道，我们昨天找了蛮辛苦的，就很累，绘本不行。对，然后就是要穿到整条街，别人只看得到我们，自己穿自己爽，自己满足自己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吃饭。空空盘中，因为猫说他想吃韩式，可是因为我们两个生病，他蛮严重，我要开始病，我们就想说吃一点不太辣的东西。来，好，我觉得来这边就是炸酱面，然后你想吃那个 Q 炸吗？饺子，对，我真的听懂了，你听懂了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春卷吗？那个馒头，对，그짜장면두개랑만두군만두하나요。晚上确定什么？三三八。一宿。哎，跟你一起就会一宿。是吗？一宿我都会这样子啊。也是你咯。因为其实猫来之前咧，我有出咗 story 问大家就话想睇我同猫拍咩片啦，咁我就见到个 comment 就话咧系全集只能讲广东话咯，咁所以咧由呢一刻开始咧，我哋要净系可以讲广东话，知唔知啊？唔知。你都好耐冇练广东话啦，所以可以练下咯。哦。耶！可是但系我好习惯会同你讲普通话，我都唔习惯，好辛苦啊！佢、啊、一见到我咧，就好想懂普通话啦。系我好自动出嚟啊，个普通话。我而家好棘啊，讲嘢。好烦啊！每次见到你都会咁样笑。饮杯水先。我啲你食嘅咧，系啊，日本仔都讲唔啱。你。韓國一定要吃的叉叉麵炸醬麵炸醬麵，因為我兩個都趕忙做了，不好意思吃了炸醬麵，就要這樣撈我真的覺得香港飯店的炸醬麵真的好好吃。我不知道它就長得像小老鼠，透明還沒有長毛的那種，你看我直接倒那種好美，幸福。我想講咧，頭先咧貓咧都喺度話咧，啲麵好長啊，食唔到啊，好難一口食啦。跟住咧，然之後就拎起呢把教線咧，然之後佢話咩咧？黐線喎！你食麵點解要剪咧？唔係食肉呢啲你要剪噶嘛，係咪？但係其實係真係愛嚟剪麵嘅。我以為佢係講笑啫。我真以為你是開玩笑。沒有，可是通常一下就可以，然後想要短一點的話就再一下。完啦，就咁。好啦，食完啦。系啦，好饱啊！强迫你讲广东话，但其实头先已经失败咗，所以我觉得我哋今日呢个挑战应该会系失败。我对我自己好有自信心嘅，加油！你睇头先呢个男仔咧，本身想过嚟啦，跟住但系因为听到我哋讲唔系韩文，跟住即刻走咗。要睇地方嘅，如果喺明洞嘅话咧，你讲韩文冇人理你。因为他应该是要不知道 sell 我们什么东西，所以他们的对象是韩国人。他真的疯了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帅哥走不到了，韩国真好，帅哥真多。而且我真的觉得其实是来到新沙或者江南，他是真的多一点比较懂穿搭，或者是比较喜欢 fashion 的，是真的多一点。心花怒放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心花怒放，对。我还会一个小鹿乱撞，你而家咪小鹿乱撞，超靓嘅，系好大一个好 open 嘅地方，我中意咁样嘅感觉。韩国有没有这种就是接近个肥那样子？就像日本会有那个 ICP 啊，上席屋，你进去他会帮你安排座位，然后每一桌都是会有平衡的男女数，两个都单身的，所以他会限制人数嘛，就是让你进去的时候。为什么回头看我的人？对，为什么很帅？你说你这次来韩国是要寻找帅哥吗？帅的，我刚刚经过，我不敢回头看他。那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他看你看这么久，然后好像很疑惑的样子？我在看他这个，可能背影杀吧。就蛮日本，通常会找一样单身的姐妹或兄弟去啊。他会说男生在这边等，女生在这边等。然后他说：“你好，你可以进去了，到第几桌这样？”很刺激耶！你有去过？如果去过一次。是我是一个人出来的。韩国不是咖啡店，韩国有像是酒吧，不是酒吧是喝酒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我去日本时候我要去吗？好，好，我们整段都讲了中文了，超失败。他而家好中意咧，卡路苏给呢啲树嘅毛毛。
佢勁鍾情而家。跟这个树拍照，我们可以挑一些没有车的在那边。刚刚咧，因为我要上上边猫啦，然之后咧，佢 AirDrop 个名就系乌咪咪粗啦啦啦，然之后咧，你讲啦。我嘅猫咪啊，之前我自己都冇发觉到呢件事，系有我嘅观众同我讲咧，猫啊，你嘅猫咪嘅名啊，乌咪同苏拉，最后嘅音其实就系 Mira 喎。你心里面只有我。我真系觉得 Mira 系阴魂不散啊。爱你哦。嘿。超多人，我哋嚟咗景福宫，忽然间已经转冻咗啦。我觉得韩国最近天气实在太奇怪，因为温差真系好大。有太阳嘅时候咧，其实我哋头先咁样唔使戴颈巾时候系劲热啦。我哋虽然着咗 heat tech， 但因为我哋知道夜晚会冻，所以先至着 heat tech， 都未黑晒嘅。但我哋已经我啦就开始铺翻条颈巾咯。快啲食饭，快啲翻屋企。其实出门之前咧，我两个就讨论咗，要冇戴褛啊，会唔会冻啊？因为早晨嘅时候会好热啦。朝早啊，朝早朝。朝早。朝早。但我哋都知道其實琴晚就好凍，係咪？超凍。今晚有一定都係好凍嘅，但係大佬朝早又著唔到，我哋早啲翻屋企，就唔會凍啦，就唔需要大佬啦。好到啦，景福宮嘅門口。七年冇嚟韓國嘅貓。係啊。你有冇嚟過之前？有啊有啊，我最幸福。其實我哋點解無啦啦會過嚟咧？係因為我哋今日著咗呢一個閨蜜 T， 跟住佢話要過嚟影相嘅。咧我要去，我全首爾就要代表成嘅地方影相，就係景福宮。好凍啊！因為太凍，然之後我哋陣間又約咗朋友食飯啦。去完景福宮之後冇嘢做，我哋嚟咗人字洞飲茶。因為佢真係去飲茶嘅，因為佢已經飲緊咖啡，咁冇理由再去咖啡噶嘛，咁不如又近近地，因為人字洞係好多嗰啲養生茶啦，咁我覺得可以俾阿貓試一下。因為之前我媽咪嚟嘅時候咧，跟住佢都好中意呢邊，佢嚟過呢邊飲兩次呢啲養生茶啦。我覺得呢邊好安靜，同埋好。呢邊會早收啲咯，人字洞好襟嘅感覺，對對好多呢啲茶壺，茶壺，茶壺，所以咧就覺得好似好襟啦。俾大家睇下呢一個深積嘅，就係人字洞嘅，算係地標咯。呢一個都唔係商場，這個叫呢個地方上面呢個 Tea House 見唔見到 ？Tea House 又係飲茶的地方。即係飲嘅係呢一啲茶，即係佢除咗有茶咧，佢上面有啲甜品，呢啲啦，跟住或者係成條街都好多噶。好啦，因為感冒咧，所以我要飲呢個柚子茶。呢位咧，呢個係用緊呢個 iPhone 11嘛，有三個鏡頭，我唔知道我要睇邊個。你而家望下，我都唔知啊。嚇，第一個。其實看不到。你可唔可以用手讀喎？第一個。第二個咧？第三個。第一個。我真的不知道要看哪个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刚刚在 很努力的尝试要读懂这个 menu， 我就说没关系，韩文不懂有英文嘛。Jujube tea 是什么东西？然后来发现啊，红枣肉桂茶有中文，然后日文也是 Jujube 吗？日文是 Tejukebi 茶，可是英文是 Jujube。我哋而家系喺人字洞，好中意呢边嘅感觉，有好多古董嘢，我好中意呢啲。希望咧饮完呢个茶，我嘅感冒就可以好翻。但系如果呢个茶咁犀利嘅话咧，都唔需要睇医生啦，系咪？好，病人就要饮呢一个柚子茶，如果呢个双花茶，养生养生，好像好喝的。对啊。然后就是他们当网友很久了，他们认识很久，第一次见面。好，我们就是很难得抽一点时间，然后刚好胖东也住附近，他是江南的哦。我爸江南仔，要骑马吗？好酷啊！这是什么？酷的咖啡。耶，我们现在去伊泰哦，梨泰院就是很多外国人的。两个讲唔一样嘅嘢，因为今日系10月31号 Halloween 啦，
然之後本身我哋都有諗過去離太遠嘅，但係後來又諗住唔去，但我哋而家後來最後都決定去。因为他跟着一个观光客要去，我已经知道有多少人了。你要去啊！你去个 Halloween party 没有人，你去干嘛？所以现在去啊 ！Yes， 没错。他的 costume 是那个 idol， Korean idol。那你是我是300轴的 Korean idol。然之后我哋而家系搭紧 Tada 啦，Tada 就系韩国比较安全嘅，类似 Uber 咁样嘅。都幾建議女仔去坐嘅，因為都安全啦。跟住然之後，司機唔會拒載呢個最重要嘅，因為韓國嘅的士司機成日拒載。但佢就會貴少少咯，因為即係始終佢有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務。仲係充電。係啊，充電啦，跟住架車又香啦，跟住又親人車啦。香啲啊！係咯，司機有禮貌啦，所以個旅程開開心心嘅，其實都建議搭他得嘅。Friday night 就是人这么多，刚好最后一天，耶、yeah! ！我的棉包在痛，它对它刚雾没了。要到了，要到了。哎，应该有位置哦，感觉。在呢度 Kim Doku 最中意嘅烤牛肠。好，因为我哋等唔切嘅关系啦，所以我哋嚟咗第二间啦，跟住睇个卖相好似都唔错。啊，好想要吃！然后重点是这里有拉面，那就 OK 了。他觉得这个卫生纸很神奇，在上面。这是卫生纸。正，然之后仲有呢个超好味的奶茶拌饭。